谁都不许乱动，听见了没有？你小小年纪就经历这么多的变故，不容易啊。死容易，但我不想死。生亦何爱，死亦何悲。你是武松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见过武松，你很像武松，你会功夫吗？ 那你会功夫吗？我会，嘿。啊，我只懂一些皮毛。那玩几招？啊，好。这样，再来一遍。 见过没有？押一赔三，新来的。真的。我知道你们的手段，你会把他们扔进绞刀笼里，自相残杀。只有杀死对手，才能活下去。 快点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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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将要面对下一个对手。杀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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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出去！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哥，哥，哥！你俩快动手！再不动手，你们两个都得死！不行，他是我亲哥，他是我弟弟，他是我哥。阿鼻地狱也不至于如此泯灭人性，求你杀了我吧，以泄心头怨气。但求你，放过昨夜未死之人吧。弟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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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弟弟，你醒醒啊！醒醒啊！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走，快点！弟弟，弟弟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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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不动手，你们两个都得死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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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，对不起了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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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爹，
进去。怕你，擅自行动都是我本部的人吗？是，关十日禁闭则发。其中有士兵吗？有，砍了。将军，现在笼子里有个孩子，他很能打，不过我想咱们是不是让这些士兵去试试。好啊，你安排就是。吃吧，我要吃肉。好，只要你把这几个人全杀了，你想吃多少肉都行。啊！全都被杀了。一共6人，全都被杀了。笼子里那个只是个孩子，而且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。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杀了30多个人，还都是大人，还有士兵。没错，现在是40个。他会功夫？他拼命的功夫确实很厉害。Thank you.
你要不收刀，你已经死了。。想不想换个地方拼命？喜欢吗？这把刀就是给你的。让我杀谁？谁挡，就杀谁。你想不想做我的儿子？我也有个儿子，要是活着，跟你现在差不多大。做了我的儿子，你就是东瀛人，你就拥有了三支这个赫赫有名的武士姓氏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名字就叫三支乱步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够狠。直江错有个弟弟叫直江元，比你大几岁，是个很有潜力的战将，前几年跟着他哥哥进步很快。福清湾东岸有两个渔村，一大一小，现在正是捕鱼的旺季，值得去一趟。直江元要带兵出动，我在想让你跟他一起去。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大村子他打，小村子你打，要好好的表现，这是个机会，要让大家看看三支土田儿子的实力。父亲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Come on!
孙藏，我的乖孙藏，你怎么了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啊。我今天让你记住，我叫三只乱步。我叫什么？三只乱步。走吧。急于成名啊！哼，虽然是三只图田将军的义子，可他毕竟是汉人，立再多功有什么用呢？你说的倒是没错，不过三只乱步不是一般的人，换了你在13岁的时候，就能生生杀掉100人。百人斩呐，不是偶然。兄弟，你想在三支军团有所作为，这个人不可掉以轻心。我知道，哥哥。知道我找你来要说什么吗？您说。那个村子里的人已经投降了。这之后你把他们杀了。父亲，你觉得我做的不对吗？我之所以找你来聊聊，是要让你明白领袖和将士的区别。打仗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赢。赢是过程，但不是目的。战争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获取利益。利益？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是生意，打仗也是生意。我们打别人，是为了把他们的资源变成我们的。我问你，我们驻扎在连江，为什么从来不去掠夺连江周边的城镇？因为连江是我们的地盘。没错。那如何得到资源？我明白了，父亲的意思是，是我今天不应该杀他们，留着他们继续打鱼种地，等到养肥了我们再去抢。你很聪明，一点就通。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也没错。说说。你不打他们，他们就不会怕你。只有让他们怕你，在打他们的时候才会变得很简单。这个道理你是在笼子里悟出来的？我在笼子里杀了100人，有80个人的功夫在我之上，最后还是死在了我的手里，就是因为害怕。他们一听到就开始恐惧，一面对我就已经输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令人恐惧是最有效的武器。但是作为领袖，你一定要明白战争的意义是什么。父亲已经告诉我了，为了利益。很好，你作为我的养子，要想让别人信服你，必须树立威信。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战功战绩才能做到。我明白了，父亲，我一定会立下更多的战功，早日成为父亲军团中的领将。你已经具备做领将的素质。
你够聪明，也够狠。谢谢父亲。 大师，倭寇已经到了东边镇上，立刻全速前进。好，等会儿。三支乱部在哪里？哼，不知道，还在后面，快马加鞭往这跑呢。哼，报。将军，首领宋兵团正往这赶。 还有多远？不足十里。哥，我们杀？不杀。东西已经拿得差不多了，就让那帮秃驴白跑一趟吧。撤。好，哥。将军，我赶上来了，没掉队吧？ 像个武士一样去杀了他们，都交给你了，一个都别剩了。
长野君喜欢钓鱼。你不觉得这儿很清静吗？貌似清静，钓鱼何尝不是一种较量？乱步君找我有事吗？福清湾这一仗大获全胜，我很想知道这一仗是怎么打的。你对这个有兴趣？直江措在军中打仗很是有名，福清湾这一仗又是以绝对的优势胜出，我很想知道其中的奥秘。你是想偷学直江措将军的兵法吗？偷不偷的倒无所谓，我就是想学兵法、阵法、围歼、伏击，其实这些并不难，难就难在执行的人。像长野君这样的人，我恕我直也，此仗的关键在于长野君率忍者偷营这一步，搅乱了对手。其实我真正想学的就是长野君这套打法。你怎么知道我这套打法有用的？人手精准有效，我喜欢。你想效仿？确有其心。我想建立一支有效的奇袭部队。乱步君，我真的很欣赏你的直接和坦诚。我想交你这个朋友，当然要坦诚。其实早在乱步军创造百人斩的时候，已经令我刮目相看了。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你比我大，那我以后就视你为兄长。好。还有这样的？是，他的出腿相当的凶悍，基本上都在三招致命。他现在杀了多少人？已经非常多了。你练过少林功夫？练过又怎样？练得不怎么样。你的腿够狠，但不够快。那又怎样？拿出你所有的功夫跟我打，赢了我让你走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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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少林待的时间不长，少林待了几年？两年，后来被赶下山了。为什么？打伤了一个同门师弟，就给我赶下山了。后来又当了明军。是啊，在福州府参将手下做个小头目。那怎么又被抓了呢？跟你们打仗，参将让我带30多个兄弟在连江以南设防，你们来了以后，参将那狗日的倒先跑了。你们人多，打不过你们。那为什么不死在镇上呢？死在镇上，
我根本就不想死在镇上。少林弃徒又是明军逃兵，你说我不要你，你去哪儿？我就当强盗去呗。你这也叫报复？跟着我愿意吗？愿意。想都不想就说愿意。从你进笼子要跟我打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想了。行，算我没看错人。叫什么？谭鑫。你让我跟着你是因为我会功夫？开始是，后来觉得你小子还有点脑子。不够再给你来一只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海几位得杀一百个人才能出笼子呢。哎呀，为什么？之前听说有一个人在这笼子里边杀了一百个人就出了笼子，后来还当了倭寇的将领。我要有机会我也想跟他比试比试，看看到底是他厉害还是我厉害。他厉害。嗯，真的？你也跟他打过？我没有。你有？我有。他就是那个人。放人。乐野夫、明广德出来。哎，啊，怎么给他放出来了？听狱卒说是谁给咱俩赎出来的。谁呀？哎，管他呢。二位，如果不是我，你们后天就要被处斩了。感谢兄弟救命之恩。哼，真正花钱把你们赎出来的不是我。二位的身手确实不错。你是？你们二位曾经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，学艺有成，下山后不愿意干吃苦耐劳的事儿，所以就开始打家劫舍，还装成日本浪人的样子。你们就是福建沿海臭名昭著的伪倭寇。尤其是你，乐隐夫，曾经在东营学习过忍术，精通暗杀之道。你们二位的运气不错，像你们这样的死刑犯，如果不是关在这种小城市，我花多少银子都买不出你们二位的命。你究竟是谁？倭寇。倭寇？可你也是个汉人。但我是真正的倭寇，我是三只屠田的养子，三只乱步。你想让我们做什么？做你们想做的事儿。当倭寇，路怎么选，
你们自己想清楚。誓死追随。慢点儿。小心啊，你没事吧？嗯，兵贵精而不贵多，我就是要一支精锐之士，百人足矣。可是大人，咱们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一百人？明白。大人的意思是，让我们把以前一起假扮倭寇的兄弟们再找回来。这个不难。以前我们有过不少人，但我得要有用的。大人，我也会召集一些以前的手下，能用的。把那些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，只要能玩命的，都给我找来。前日，足利父子来给嘉奖，带来了足利义时将军的一封信。他希望我们三支军团能够进一步扩张，我也希望三支军团能够扩大在福建的影响力，所以我决定出兵拿下重镇闽清。好，将军，闽清守军不过2000，守将吴克尧听说是个草包，拿下闽清只是场轻松的战役而已，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的期望。直江措将军既然这么有信心，那我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。父亲，我想跟直江措将军一同出战。不用了吧，区区一个闽清还用得着两支军队吗？既然乱步要求出战，就让他一同去吧。谢谢父亲。不过你只能作为策应部队，跟在直江措将军的后面，不能参与主攻，而且所有行动必须服从命令。是。直江措将军，你还有什么建议？一切听从将军安排。大人，直江措的本阵已经驻扎好了，就在闽清北部30里处，背靠西面。背靠西面。是。大人，您是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我是在想，直江措这一仗到底怎么打？直江措善用的战术是啄木鸟战法，其特点是通过诱敌伏击，然后拉开对手的防御纵深，集中兵力逐个击破。小林呐，直江措很能打，这我们大家都知道。现在重要的是
我们怎么才能防得住他？怎么才能守住敏青？这办法有没有啊？有，不过需要参将大人配合。配合，一定配合。只要能守住敏青，全力配合。嗯，我以为直江措会率先对闽江北部的村落进行掠杀，嗯，以吸引我们出击。假如我们真的出击，他就会从东部派伏兵对我们进行攻击，此时我们的阵型必然向西倾斜，他的总部就会对我们施压，以形成夹击之势。你连夜带兵前往闽清以北的东部进行埋伏。是。你整顿人马，明日一早开始对北部村落进行掠杀，吸引明军的出击。是。明军一旦深入，上山长野要立即从东面发起侧攻，彻底将明军的阵型打乱。嗯，我继续从底部给予打压，迫使明军从西部变阵。哎呀，这个小林呐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如果直江措攻打北部村落，我们根本就不用管？当然不是。如果死守闽清，可以守住，嗯，但不是上策。我觉得，我们应该将计就计。他判断我们必定被动防守，我们索性主动出击。直江措就是想用一种挤压的方式把明军向西推移，而西边恰恰是他的主阵营，他想把明军引入他的伏击圈。可是大人，这吴克尧他又不是傻子，而且僧兵团们都已经赶到了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全军出动呢？当然不会，但是前方遭袭，后方必定增援，只要增援就落入了他的伏击圈，把对方的战线拉出纵深来进行打击，是直江措的拿手好戏。这么说来，直江措可以轻易把闽清拿下了。那得看对方有没有高人了，能不能看出直江措的漏洞。这么说，假如明军要是这样应对的话，那么直江措的夹击战术反倒会成为夹击自己了。没错，这一仗的分界在于闽江，如果直江措能被打到闽江以北，那他将是完败。那大人，我们是不是就驻军在直江措的东部后方，一旦明军反手围攻，我们就可以协助直江措在闽江以南挡住攻击。事不宜迟，我立刻带兵出发，尽快赶到接近直江措本部的地方。我想好了，大人，怎么做？全军不过江，留在江北。可是大人，万一真的开战了，难道到时候再渡江吗？我说过不过江。啊？不过江？如果明军不是对手，就算我们过了江也深入不了战区，这样战功也不是我们的。嗯，大人，如果按照您说的，这明军真的反手围攻了，那我们就坐视不管吗？当然要管。我准备把战场转移到闽江上。闽江？怎么转？传我命令，全军向上游开拔，在三里处驻军，天亮前务必赶到。是。
信号，发起侧攻。明白。造船，造船。对，这儿有很多渔村，你们去找船、渔网和蓑衣，越多越好。你们俩去准备弓箭。准备多少？多多益善。是。必须要快，正午之前全军就位。是是。速战速决，东边还会有伏兵呢。慢不了，慢不了。倭寇才这么点人马，你看我带了多少兵马，搞死他们有没有？有。跪下。我让小倭寇看看我的气势。搞死你们！您看，您看，您看，他们不行了。参将，倭寇败了，要逃。追！是。哎，等。对了，先不追，传令下去，全军面向东部山林摆出防御阵型，弓弩兵就位。是。得等到中午了，传令，全军缓速前移，靠近村落。是，走。果然来了。放箭，放箭，放箭。打跑了，打跑了！哎呀，都快，都快！哎呀，打的也差不多了。对了，那个小林那边怎么样了？哦，
还没有消息。林展浩说了，要我们等他的通报，一定要等到直江措变阵之后再进攻。那就等，下令全军做好准备。哎呀，小林说的都对呀！啊，他说倭寇会来村子掠杀，诱我们出击，你看有没有？有有。他说东边林子里会有伏兵，你看有没有？有。这个小林要是说直江措会变阵，那就一定有。将军，将军，我们侧翼遭到了攻击。什么人？是少林三兵。有多少人？不清楚，但是攻击异常迅猛，是从我们阵型后侧进攻。我们的阵型已经被冲乱了。传令，全军立刻转向，顶住攻击。战局正如您所推测，直江员赶到村落，结果遇到的是明军的伏击。上山长野在东部林区设伏，但被箭阵袭击。大人，跟您预料的如出一辙。太高明了，实在是太高明了，整个战局都在您的预料之中啊。他的本部也应该受到袭击了吧？正是，攻击从侧翼开始，直江措正在变阵。哼，晚了，如果不变阵还能撑上一会儿，毕竟从左翼来的不是主力军，等他变完了阵，明军的主力就会赶到，他将腹背受敌，想不败都难。参将大人，僧兵团和湘勇团已经攻入直江措本部，逼得直江措变阵。展浩要大人立刻发起进攻，先以箭阵射杀，再从南向北直接攻击，将倭寇逼至岷江畔。好，好，传令下去，步云阵。
按照原先的计划，刚一到村落，就遭到了明军的伏击。上山长野呢？将军，将军，我们在东部的林中，遭到敌军箭阵的攻击，伤亡惨重。将军，村落间全是明军主力，如果他们全力攻击，恐怕我们无法抵挡。三支乱步呢？他的策应部队在哪里？怎么还没有出现？他应该知道我们受埋伏，早点赶到，我们就可以再抵挡一阵。将军，明军主力已经攻到本镇，我们已经抵挡不住了。哥，怎么办？将军，不如趁现在伤亡没那么严重，暂时撤军，等退过岷江之后，咱们再重振旗鼓。果不其然啊，直江措腹背受敌，已经难以支撑了。向北撤是他唯一的选择。没想到这个吴克尧还有两下子。大人，这个吴克尧我还是多少知道一些，他在领兵打仗这方面就是一个彻底的草包。一个草包也能把直江措打成这样？大人，探子传来消息，少林僧兵团在整个战局中一直在主导。少林僧兵团头领是那个罗汉堂首座杜信，他死了之后由一个俗家弟子接替，据说好像是少林方丈林定的入室弟子，叫林长浩。谁？林长浩。他有多大？好像比您还小一岁。林长浩。长吴克尧冲在了直江措的本队，这一仗咱们赢定了，把他们打过岷江那才算赢。是。来，我根本就没打算增援。我说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增援扭转了战局，损伤也会很惨重，最后的功劳还是他直江措的。这是一个除掉直江措的机会。直江措是东宁人，是军中第一汉子，他要是在，咱们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？大人，如果直江措战败或战死，谁来接替他的位置？大人是三只秃田的养子，由大人接替应该是情理之中。只要我能挽回溃败的局面，只要我能拿下岷清，我就是军中第一汉子。第一汉子，第一汉子。乱步的人马呢？还没到。明军来了没有？一支穷追不舍。看来他们是要把我们逼过江了。哥，如果不过江，我们怕是顶不住啊。不行，可是现在过江，一旦他们追到，我们会成为他们的靶子。这样，单义军，你带一队人马在江南岸抵挡追兵，掩护其他两队过江。快快！哥，你带一队人马先过江。啊！走。
大人，直江错的总部已接近岷江。明军和僧兵团呢？也已经追到江边。宁广德，你带弓弩兵上船，准备好渔网和蓑衣。是。你们带480人，以60人为一组，跟在宁广德后面，只带刀剑。是是。所有人听我的号令，准备出发。是是。明军和僧兵团已经赶到，双方正在混战。下去。是。好。船在接近战场时，船上的弓弩手用最快的速度射箭，在接近人群时将渔网抛出，能套着谁就算谁。是。所有人攻击后在下游集合，重新回头继续攻击。是。所有的人在攻击过程中不分敌我，一律是目标。蓝仙，在。你跟我带着剩下的所有人，从上游江畔上下夹击。是。Yeah!
方丈有虑，又为何不问？不用问了，看你这样，我就知道他必胜。可以见得，看你吃得这么投入，我就相信展浩此役，你有足够的信心。与冲击之时，一向是心无旁骛。看你现在还没有吃完，我就知道你很有信心。我已经了然了。展浩可赢，只因倭寇太弱。方丈，你喝粥吗？今儿的粥可不错啊。我差人再给你送一份来。上游和下游都发现倭寇，正朝咱们杀过来。啊，人多少啊？不多。不多就打嘛。那个林长芳呢？他已经带着僧兵团追过江去了。啊，他不在啊。我们应该算赢了，有没有？纸枪错都被咱们追过江了，咱们当然赢了。那就是了嘛，都赢了我们还打什么呀？保存实力，来来来来来，现在收兵收兵收兵，走，去去。江错，你认不认得我？你不会记得我，那你还记不记得石井？石井西安寺，石井镖局。你给我听好了。我父亲叫林钦，我叫林展浩。林展浩，果然是你。当年你杀了我父亲和镖局所有人。连我母亲，她一点武功都不会，也没有放过。这么多年，我等的就是今天。我恨不得杀你十次、一百次。这一下，为我父母。这一脚，是为我大哥林展翔。这一下，是为我
二哥林展鹏。这一拳是为我师叔。这一下是为所有的百姓。直江错，我要你血债血偿。栾部君，看来你的属下毫无损伤啊。这是损伤不大而已。主营遭到敌军突袭，侧翼军来不及回救，而你当时就在主营的后方，为什么迟迟等不到你的援兵？直江错留在主营的部队上千人，连他们都抵挡不了僧兵和乡勇，我这区区几百人不也是送死吗？我一直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。你的时机就是逼我们过江？没错，若不是我在那时采用了有效的奇袭增援，过江那一战直江错的部队将全军覆没，你长野军也早已战死。栾部君，你在江面上的那一战确实很漂亮，但如果你等到我们过江之后再打，不是更好吗？我若不出击，你能安全过江吗？好，就算我相信你，但直江错将军未必相信。无所谓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亲眼看见僧兵砍下了他的首级。你竟然眼睁睁看着直江错将军被杀，你是何居心？张野君，你我亦师亦友，
这个没必要吧？嗯，你能安全脱身，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。这一仗对直江措来讲失败，但对你我而言，算是挽回了战局。我希望能跟长野君一起并肩作战。再这样对峙下去，就一天一夜了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没有耐心了。打吧。打？傻子才打呢。我准备撤了。怎么撤？空城计。那撤了以后呢？你不觉得把林展浩的主力牵制在这儿，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吗？这出戏留给你唱，给你留1000人演戏，你接着给我摆出伏击的阵势。到了早晨，该做饭做饭。记住，每天晚上至少2次派人去林展浩的阵营佯装试探，千万不要靠得太近。明白。张宇军，你我率主力军连夜撤出。好。你们俩跟我走。嗯，是。展浩，是不是要去闽清？现在再去闽清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对方肯定会在天亮之前就发现我们的大军已经撤离，他要是追上来倒还好，我担心他们根本就不会追。他们会怎么样？很可能顺势东进，攻打闽侯。闽侯离这里不足1天的路啊。加快速度，在三支乱部赶到闽侯之前，我们先到达。好，协助守军，我们赶去闽侯。师兄，把我们的决定和闽清的变故写封信，马上送回少林，告诉师父。好。把林展浩的部队牵制在山林之中，你一定有别的打算。给我准备200套明军盔甲，把吴克瑶带上来。是，属下即刻去办。把林展浩的部队牵制在山林里，我想借这个机会打下闽侯。会有那么容易吗？只要穿上明军的盔甲，这事儿就很容易。你率左路军绕闽侯东部设伏，立刻开拔。是。宁广德随咱俩之后，保持5里的距离，一旦进入，立刻从正面开始攻打。好。英雄啊，英雄，饶命啊！快走。英雄，饶命啊！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。英雄，英雄，饶命啊！给个机会。英雄，英雄饶命啊！给个机会吧。啊，要什么？一个机会，一个机会，有没有？有，做到了就放你走。那我万死不辞。英雄，你说要我做什么？
帮我打下敏侯。打敏侯？敏侯不好打。敏侯守将杨坤那是个打死都不肯出来的人呐，他只会憋在家里死守不好攻。所以我要你帮我。啊？我怎么帮你啊？张浩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参将大人，我得知闽清沦陷，我担心倭寇进攻闽侯，所以赶来此地。闽清是前夜遭到倭寇袭击，收到你的请援，我即刻返回，但到了之后才知道闽清在昨日天亮之前已然沦陷。从闽清到闽侯不过半天路程，大人为何一天后才到达？闽清确实是前夜已被攻下，我和部下与倭寇激战，直至半夜，这个凌晨才突围而出啊！怎么了？据我所知，他在天刚黑的时候就已经弃城出逃。我出城之后啊，我本想直接撤至闽侯，但是怕有倭寇追击，万一我把大军带到闽侯，反而殃及兄弟杨坤措手不及，那可不好。所以我就一直在往北，顺闽江而下。哎呀，绕了大半圈，发现没有追兵，我才到这里来的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倒也说得过去呀。话里虽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妥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保险起见，不要打开城门。你总不能让他在城门外头等着呀。城不开，你死。杨坤，你开不开门呢？啊！我已经跑了一天一夜了，现在是人困马乏。啊！我跟弟兄们，我们就想下马，洗个澡，好吃一顿，睡一觉啊！你快开开门呐！哎呀，杨坤呐，你不会连我都怀疑吧？啊，我跟你什么交情啊？外人咱不提了，你跟我20年的兄弟有没有？啊，我们一个村子里出来的有没有？我们的寿爷恩师是张大同参将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！他说的越多，我就越觉得蹊跷。嘿，你搞什么搞啊？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不跟你说兄弟了，好吧？我是福建军务候补参将。我现在是你的上司，我命令你开门。要不然先把城门打开，反正他们也就100-200人。若是有诈，城门一开，他们就不是100-200人了。不开是吧？好，你不开，那你什么时候都不要开。你开了，我也不进去。我现在就走，我一直往东，我去福州，我要看看福建布政司给不给我开门。我要禀告布政司大人，闽清沦陷，我撤至闽侯，你不光不派兵增援，连我们到了城门下，你连门都不开呀，自家人你都不让进呐。到时候我要看看布政司大人怎么处置你，你这个闽侯参将，我看是到头了，轻则军法处置，重则革职入刑，你看着办。吴大人，吴大哥，你别生气。我，大人，千万不可。哎呀，他是我的上司啊，真是的，你别管这事了，开门，开门。
吴大人，大人，马上开啊！您别着急，哎呦，您看这，马上就开。师兄，带上人，跟我到城门口，沿这一带。嗯。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很有信心呢？哎，担心又有何用？嗯，那你是觉得展浩能意识到去增援闽侯，说明他已经成熟了，已经懂得了分析战局，是好事，对不对？闽清沦陷，令人叹息，但事无尽善，人无尽美，他有如此见地，已经令人欣慰了。嗯，皇上，宽心些。要不，同时之。好，同时之。哎，那就让后厨再送下来，这些不够啊。你。吴大人，请慢。吴大人，你的亲兵呢？为何个个如此面生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的亲兵早就阵亡了，有没？来不及了。是。东门一旦失守，咱们就困死在这儿了。是啊，大人，大人，东门失守，倭寇已经攻进来了。快停下！快停下！站好，杨大人，我没有听你的，城门失守。杨大人，我们还有多少兵马？杀出重围吧！不行。要走一起走，一起走就都走不了了。走。
一个都甭想走，只要我想，我就能把你们全杀光。那是你想。放心。杨大人，想战死，我偏不让你死，都给我拿下！这不能怪你，展浩，千万不要自责。城中明军余党清理干净了，少林僧兵按您所示都已经打入大牢了。吃了吗？啊？吃过了。大人，您还想吃点什么吗？我是说僧兵和林展浩吃了吗？哟，各位师傅都在呢。这是三军乱步大人给大伙送来的饭菜，有鱼，也有肉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和尚，就开开荤吧，别到死了也不知道什么是肉味儿。大人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牢房。怎么都没吃啊？这不比蔡州强吗？哦，我忘了，出家人不吃荤腥。但你好像是俗家弟子吧？一股污浊之气，不易谈话。跪下！十来年了吧？九年。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会想见我？想见林展鹏，我二哥。
你叫我二哥？你叫我二哥？你是林展浩吗？你可能都忘了吧，咱俩不是一个娘生的。林展鹏，我叫三只乱蹦。我不叫林展鹏。就算你不是林展鹏，你也不能是倭寇啊！我听你这口气，好像我变成现在这样是件很不幸的事儿。林展浩，现在败了的是你，跪着的也是你。如果要变，那是林家少爷变成了我的阶下囚。你是汉人，不是倭人，这点永远都变不了。回头吧。回头？什么叫回头？就像在石井镖局做一个忍辱负重、谁都不待见的庶出子，就叫回头。我以前过的那叫什么日子，你可能都忘了吧？和下人一起吃饭睡觉，每天都要挨打挨骂。而你呢，有书读，有武练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得偷偷摸摸的。我为什么要回头啊？我怎么觉得是你想回头啊？至少你以前是少爷，锦衣玉食，宠爱有加，每天都过着让我羡慕的生活，隔三差五还要让我扮倭寇再打上我一顿。哎，对了，你从小不就愿意让我当倭寇吗？我今天我真成倭寇了，你怎么又让我回头呢？哎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小时候玩打倭寇的游戏永远是你打我呢？到今天，我都想不明白。但这一切都不重要，因为现在输了的人是你，赢了的人是我。我都不敢想象，如果我一直在石井镖局长大，会是个什么样子？一定是一个谁都不待见的小人物，永远淹没在你和林展祥的光芒之下，碌碌一生啊。可今天，我可以为所欲为，我可以掌握无数人的生死。我可以让人恐惧，让人害怕。而且我会越来越强大。今天的这一切才是我想要的。知道吗？我看着曾经威风凛凛、不可一世的林家少爷像狗一样跪在我面前，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开心的一件事。接下来
咱们再说说你那成名的一战。你以为是你打败了直江错？错了，是我。本来我不知道你在岷江上游偷袭，我才明白了，你看破了我的打法，故意不支援直江错罢了。对，你就像我的一个棋子，我让你赢你就赢，我让你输你就输，就像现在一样。我输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你要怎么处置我都行，但是请不要伤害岷青和岷侯的百姓。自己的小命都难保了，还关心别人？我要是只顾自己，我就不会从泉州到岷青，现在也不会在岷侯。我输了我认，但是答应我不要伤害无辜的人。你别说，你这一说还真提醒我了。岷青岷侯的百姓对我来说真没用，接下来我准备屠城。要怎么样才能不屠城？你答应我两个条件。说。第一，跪下来给我磕头，我得听得清清楚楚。我让你站起来了吗？哎，还有呢？少林功夫厉害吗？功夫不分高低，分高低的是人。那你厉害吗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想看看少林功夫的厉害。明日我在城中设擂，你选三人，我选三人，打上一场，三局两胜。如果你要赢了，我放弃屠城的念头；如果你要输了，我学习两成。我若是赢了，真能放过百姓？真能。望你言而有信。你又以为你能赢？我只知道我会全力以赴。我要的就是你全力以赴，明日应战之人中你必须在。我一定在。这次擂台我们必须打，而且一定要赢。我会出战，但现在还差两个人。夏侯，我愿意出战。我也愿意，我来让他们看看什么是少林功夫。我去，我去，各位，让位次，让我去。各位师兄，我去。各位师兄弟，此战关乎到岷青和岷侯千万百姓的生死，所以凡身上有伤的千万不要逞强，因为我们输不起。巨野师兄，你精通光明拳和分筋错骨手；巨恒师兄，你的摩诃指诀和大金刚掌都是少林的绝技。如果两位师兄能够出战，胜阵应该不在话下。
师兄，你的伤不过是一点点箭伤，无大碍。不行，一旦你运功，就会加深伤势。那就有劳屈衡师兄出战。栾步军要出战吗？难得有这样的少林高手，他当然要出战。大人，我们三人也曾在少林学艺，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也想上去比试比试。能赢吗？我们也都练过少林功夫啊，我看未必能落于下风。好，中签者出战。不过记住，林展浩一定要留给我。屈衡，你的伤一点不比我轻啊。我决定了，擂台之上以死相抗，捍卫少林的尊严。我担心呐，倭寇不会守信用，即便我们赢了，他们也不会履行诺言。我也想到这点了。生死我并不惧怕，我希望展浩能平安脱身。去擂台之战一定会吸引很多倭寇前去观看，到时候牢狱的守卫会有懈怠，假如有机会。我明白，我会抓住这个机会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是陈昭仙那小子干的吧？啊，不是，他们敢跟你动手，我说，你谈价格了吗？啊，多少啊？啊，孩子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管家，哎。赶紧扶屋里敷点药。哎哎，来来，哎，快来来来，走吧，来。哎呀，快！Yeah!
你说咱俩倒不倒霉？今天也不能去看擂台战。哎，是啊，也不知道打成什么样了。哎，是啊，谁能赢啊？是，来来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哎，屈衡，别来无恙。谭心，想不到你竟与倭寇为伍。当年师父将你逐出少林，看来真是没错。屈衡师兄，如果当年我不被逐出少林，也许站在那儿的就是我呢。少废话，来吧。哼。这就是摩柯指的。是。哈。哈。哟。哈。是。哎呀。哈。哈。哈。哟。哈。大金刚掌。接我一掌。寒蝉炽龙，这就是少林最闻名的掌法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只是正正一掌推出，并无拳脚招式搭配，其实各中大有学问。此掌力分为短、中、长三重劲，寸劲破体，冲劲压制，长劲灭敌。三重浪接连发出，此掌威力啊，石破天惊。少林和尚敢小看天下英雄，可有的苦头吃了。谭仙用的是五行拳。佛作孔雀，这一招精准多变。大开大合，锁龙，锁龙，这是五行拳中最狠的一招。想不到谭仙还有这压枪点的绝学。给我倒下！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师兄，你气太乱，先静一静。赢你不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
这么有把握？你怎么会少林罗汉拳？我学过。不过如此吗？Yeah!
还没死。我现在就下令杀死所有的僧兵，然后屠城。但是我会让你活着，让你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。你自己是为更多的人。不行，我不走。上，上！快走，来不及了！上！走啊！不走！别走！你怎么还不走？不走，不走，不走！快走啊！我不走，不走！你快走！来不走就来不及了！然后逃走了。大人，林展浩跑了。大人，我们要不要去追呀？现在追还追得上。大人，是属下这就去追。走，走。栾不君，是不是要屠城？把尸体清理干净，这血腥味太重了。找些花木来冲洗一下。好。
君。